退。为什么你们竟然这么快呢？晚上好。我就突然出现，我的刘海都没卷。前播这么早，我该戴上框。嘿嘿，好的，我今天是宅女。这么早，因为晚上要去看电影。谢谢玫瑰花。嗯，我今天是秃了。看什么？看《消失的他》。我觉得我的双眼皮还是肿着的，刚配了眼镜。我感觉我现在好有学问。哥呢？睡肿了。哼哼。我和高高去。什么？什么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不回分牌？就谢谢单推的星光之翼，谢谢阿欢的星，谢谢阿欢的分。谢谢 HTT 的分。你要拷打我？你要拷打我什么？对，嗯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呀？我的笔呢？你也听不懂。等我出去吃完，先记个 ID。你又被抓到了，你又去看别人了。让我先写点什么呀？让我看看谁家开水。晚上好呀。你现在待了什么时候看电影？11:30。11:30看午夜场。晚上好。看完回来卸妆。
正素颜翻牌就看我心情回。看什么电影？消失的他，你们看了吗？你们去看了吗？我今天不准剧透，等我看完回来再说，等我看完回来再探讨。跟着大哥混，好的，感谢小弟。我突然不想当大哥了，我们去当土匪吧。我们去当土匪。我们去当土匪。和我划清界限，凭什么？我多贴几个，买那种超大纹身贴，把整个背都贴上。晚上好，对，你们去给我拐个鸭仔夫人。我才不贴小猪佩奇。你这个眼皮怎么还是肿着？怎么戴眼镜？就想装饰一下我自己的脸，装饰一下。晚上好。我不是那一双，我是双的不明显，然后一睡觉它就会肿，肿的很大，就像这只眼睛一样，就肿成这个样子，然后就大小眼了。我割了，我要这样子说话。你不说了，说了注意就在我的眼睛上，它怎么会肿成这个样子？你们说是肿的双眼皮好看，还是原来的双眼皮好看？不行，现在是大小眼。有啥区别？就一个眼睛会大一点。对啊，我贴的小腿，他们贴的手臂，我没有高低美，看出来了。到时候记得给我 P P 眼睛，把两只眼睛 P 的一样大。我就心满意足了。不行，左脸这边胖，这边胖。这只眼睛大。哪边脸胖？都是肉呀，
都是廉价的肉呀。全都 P 成痘痘呀，凭什么？你这个黑粉，你出去，你这个假粉丝。睫毛，睫毛好看。晚上好呀，晚上好。大脸攻击，为什么扣问号？我几点下播呢？大脸攻攻击攻，七点，我的电影十一点半。你出去又进来，看看你的 ID。 公鸡，你好，你好，还没吃饭。外嘴外嘴，晚上好呀，晚上好。怪不得今天开什么？对，梦回童年。一会儿吃什么？一会儿就吃去啃爆米花去了。回视频翻牌。今天要回视频翻牌吗？和高高去，说我说的七天乐娃是我是乐那个单推，他笑话你到现在，别说了，我也被笑话到现在，他们也嘲笑我，啊，他们嘲笑我，一起被嘲笑罢了。我们一起被嘲笑吧。你并没有被嘲笑，我真服了。让我黑影兵团把你们全部杀掉，特别是于轩，这小黑粉，快快上，快点，我让他马上。把我名字打对折是吗？你是成龙，成龙可打不过这么多人，他想要到黑虎掏心。你们还挺爱看的吗？
看来你们还挺爱看的嘛。你是黑虎阿乐，那你当吧，你想当就当吧。毕竟我可是女王，我要给自己编一本很厉害的小说，你们全是我的手下。然后你们全是手下，对，没错，我就是黑影兵团女王，我要写本自传，到时候你就让你们陪着我拍出来。第一章复活黑影兵团，苏醒吧。别在小说虐你，第一章就把你写死。第一章就我要去写画本子，很符合我这个女学霸人设，太符合了。怎么让第一张头第一张复活黑影兵团，我看着不，我一定是发型的原因。我看着没有学问吗？我戴着眼镜，然后在那边写小说。哦，复活吧，我的爱人！开武魂，靠！你们猜我有几万年？全是红的，轻轻轻轻轻，燃起来了。哼，晚上好，阿呆历险记，写一张自传，乐乐历险记，第一章来到了北班，谢谢乌龟的分，我们粉，嗯。幸福生活，我就不写乡村爱情。写一个《乐乐历险记》，第一章《勇闯北京》。嗯哼，好呀。终将复活吧，我爱人！来一首，如果在噩梦中睁眼，能不能？我写魔吧。好的。我突然又想去看清楚有果然有问题，又想听这个。
高居晚上好。摸不到杆，我摸得到杆。下次我再证明我自己。九号，我在离开黑猫了。猜头。七号我不在。天，你要去喊报？好的，去吧。燃起来了，我就偷偷潜入，好吧，开玩笑。猜猜熊，猜透，爱着小灰熊，你在我左右。为什么你们都不燃起来？三毛流浪记。应该一只猫一个杆。九号跳爱的魔法，然后大哥上第一趴的全部大哥。居然不猫了，猫不动了。什么时候再猫？等我瘦下来再猫。晚上好呀。对，我要去爱的魔法。我要去爱的魔法。等我升降杆了再猫。 C 位是 Walk 思考，我想想，忘记了。你选我哎呀，忘记了。本周你也不在，对，有新的就看我。九号就有新的了，九号不就有一首新的《爱的魔法》吗？快来吧！那这智商堪忧，你。我现在是学霸人设，我难道不聪明吗？我难道他们都说我戴了眼镜像写小说的，不聪明吗？我只是忘记了。好的，你们魔法，噔噔噔噔噔噔。谁说的？所有人都说。我就是个聪明的小说家。太聪明了，我要写自传。我要写一首世界末日，然后把你们全部写死。
我要开始了，我要开始谋划这一切，我要开始谋划这些。对，第一集你就给我界限 E 等于 MC 的二次方的分。谢谢余轩的荧光棒。买护肤护肤活币，那勉强让你活半张，再活半张节。你在写盗墓系列？好，谢谢高志的上个世纪秋天的奶茶。上个世纪，那一定很贵了。哇，是古董耶！二次元、三次元没有护复活币。谢谢高举的十个荧光棒。谢谢可爱小樱，我才不呢！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就别人都有，但就你没有；别人都有感情线，就你没有，就不满足你，就不满足你。我可是个坏人。帮你写十个，你这个贪得无厌的家伙，贪得无厌。哼，一直追随。好的，什么？只求活到大结局。一般有这种想法的，就马上给他写字。你们必须得抱着一个活不过明天的想法。谢谢酒局下半的玫瑰花，谢谢你玫瑰花。背刺我，你要如何背刺？我的小说就一起，你诅咒，你诅咒，你嫉妒，都写死了，都写死了，然后就能召唤恶灵了。就不是忍者了，就更厉害了。躺着播，我等会就躺着播。点举报，你们这群坏人，可恶的人类。晚上好呀，去听我的自我介绍。哎呦，太尴尬了，太尴尬了。写个瑞秋来历险记，写个花小站历险记，要不你踩我一下吧。
我是啊，我是04年的，我马上就要30岁了。你凭什么换这么恶毒的技能？你凭什么？刚进直播间，听见了什么？什么都没听见。晚上好。晚上好呀，我是谁啊？我是谁呢？快点思考一个人设给我。我是谁呢？今天我是谁呢？我今天要当什么呢？拥有特殊技能，可以把写的东西变成真的。什么什么小说家，著名玄幻小说家，堂堂八年骨灰级老书虫。惨死结局。那你说说，你想要怎么个死法？我把你们写一个粉丝历险记。他的不愧是铁公鸡，写个冷笑话降个温。什么冷笑话？被我咬死，不行。你最害怕，我不信，我把你跟一群，谢谢花小站的分，谢谢你的星光之翼，感谢一下。不行，这不能说，这是不能说的。被豆腐撞死了。呵呵，哼，你越看吧，让我看一眼，让我细细端详一下这个榜二的头像。哭了，不可能。让我看看，不帮我挤了。你要是帮我挤了，我就把你写的是，就把你写成一个后宫佳丽三千，超级富贵。拥有
美女无数的人。为什么不比了？深深伤透了你，你伤害了我，却一笑而过。拥有美女无数，那你把这个榜二挤下去，我也给你写。快，晚风上。快打起来，谢谢余生的蹦迪，耶、yeah! 谢谢你的蹦迪。好，现在就写。榜三还能看，抓一个粉丝花小站，快上，真好，抽中随机抽选幸运观众。啊啊我要写一夜暴富。谢谢晚风的十个抽的奶茶。你们打起来，谢谢天后的玫瑰花。快，余轩快上，马上了。给写夜暴毙，你写，这就写。拥有后宫佳丽三千，嗯，好的。一不小心成了榜一，哎呀，这样子你的，要是被你的主推看见了，那可怎么办？快点，快去宣传一下，就说晚风到我这儿来了，快去，你们快去。我真是个坏人。我还在纠结头像，让我再细细端详一下。为什么脸是那样的？为什么脖子拍的那么细？我再端详一下。我眼睛呢？我眼睛被他们 P 掉了，一定是一个二胖。哎呦，你们熟人见熟人，二胖，哼，以后拍照我就要永远这样子，我再也不要这样子。金还是没有的，不可能。
定是有的，不可能没有。放下来也没有。藏起来，穿下来都被藏起来了。嗯，没有长胡子，二胖，谢谢你的蹦迪，谢谢你的蹦迪。没有养猴子了，乐乐牌剃须刀你值得拥有，谢谢马小九毁灭世界的巧克力。乐乐牌剃须刀你值得拥有。嗯，你没有头像，换上我的美照。美照就指是指，谢谢 Type C 无法识别的秋天的奶茶。哼，对，双下巴都被藏起来了。他们，你们只有这样子才能看见我的双下巴，我这样子你们就看不见。我的脖子很长，我是天鹅，我是白天鹅，我丑小鸭最终会变成白天鹅。33了，是的，现在可以兑换奖励了吗？想吃烧鹅，你们这群恐怖的人类。波顿大鹅，是的，33画头像，应该吧。嗯，谢谢。酒局下半的秋天的奶茶，一票有什么？我觉得我是时候，我该自己动手了，动手做一把那个奖励表格做出来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现在心情怎么样？你要这哼哼，我不给你画啊。嗯，乌龟出现了，拷打他快。为什么要动手弄？为什么？
自己弄丰衣足食，我自己弄，哼，我自己做，我做出来的肯定比你做出来的可爱，哼，哼，今晚做出来，今晚做不出来，他要怎么做呀？我要思考一下，我要做的全部都是粉色的。我们看谁做出来的快。我要跟乌龟比赛，龟兔赛跑。哎呀，我输了，我比不过他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还没起步就开始摆了，不一谁说的，龟兔赛跑哪有没起步就摆，谢谢勾不是勾局送一个折了的荧光棒，荧光棒还能掰折，我积分的小人画的不错，我也只会在纸上画了，而且我前面的头像谁画的？投降吧，我就不投降。外面的小人，哪里的小人？哪里？什么时候给你画头像？你该锐换了，这都给你画上。嗯，我就要画，这更得画了。我要让这张图片消失，我要让这张照片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不，我上一个头像，我只画过一次头像，上一个头像是猎手的，是给一个我的管理姐姐画的。那个可以撞到头的虫，我还会画头像，我会画头像，只是画的不好看罢了，只是画的不精致。我俩谁大？好像我大一点，应该是。他来过呀，画一个我，就不，我要画一个你，应该是我带，我要画一个你带着你那个兽装的你，不，画一个你带着兽装头套，然后
然后跪在地上献着玫瑰花，然后学狗叫。好，就我已经有构图了，我脑子里的画面已经出来了。哦，对，管理妹妹。那什么特效？你应该为什么没人让我画呢？是因为我的头像太贵了吗 ？Why？ 今天回视频翻吧。今天会回。真心不贵。我还会画头像，看不起我是不是？啊，你头像画了两小时，真的吗？啊，盛典结束。不行，33，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你自己画头像要两小时，你先用这个头像，不行，马上，你去兑换，这就给你画上。他，你是不是已经可以有7月1的造型？嗯，7月1是什么造型来着？还没线下见过，什么时候来线下见过？见。好的，窥探一下，会被我打吗？怎么会呢？对，你们就线上重拳出击，线下就跟这个花小站一样。哎呦！对着他的推说，要不你踩我一下吧。我这句话我可以嘲笑你一年，不止一年，不对，不止一年。谢谢花小站的星光之翼，谢谢你，不嘲笑你了。好家伙，还好你没什么把柄。什么时候？小心一点。
今天声音没昨天甜。我全都应了单推。我看一下微博私信。现在吗？好的，我要走了。我去瞄一眼。就是我眉毛皱起来了，我全都醒了。嗯，还没呢，11:30，11:00，不可以存崩图，快点删掉。我这张照片就你知我知。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不能让第五个人知道。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不能再让其他人看见。嗯，不行，和谁一起高高高？不准！我再去看一眼。没有，不准发，天知地知，不能截崩图。你这个头像是什么？感觉我跟假的一样。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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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崩图怎么那么多？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我要正经一点。哼。你的头像呀，我感觉我戴了一个假的眼镜。我不在群里，哼哼。我，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监视之下。看完了，真的假的？不准，不准，不准发！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不能让第三个人看见。再让第三个人看见，我给你吃糖。我给你吃糖，不能让第三个人看见。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我眼镜，我这是个框，但是我有300度的。不行。
今天素颜会吗？今天不素颜会。这张太风图了，你看见了？不应该呀，真的吗？谢谢515的荧光海。你们有小群？不可能，乌龟他不会这么干的。哼，阿胖的，你又没有那张照片，那你说是什么样的照片？你说，你说出来，快点，说不出来就开枪了。快点，不行，不能发，不行，不行，都是我们已经拉钩了，我给你糖吃你不准发，我们约定好了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不能让，不能有第三个人知道。看超话，什么图？我真讨厌你们！没有，没有，谢谢一对 MC 二次方送的星光之翼，我去看了超话。我给你们吃糖，你们不想看。我喂你们吃大白兔，我把我最爱的大白兔给你们。我们跳过这个话题，我们换一个话题。大白兔，不行，快换一个话题，不可以崩土。我们来一个黑影兵团第一届可爱表情包大赛，看谁发的乐乐更可爱。好的，谢谢晚风的巧克力，我替你吃了。看我的神奇魔法，我可以穿破镜面，我可真厉害。不可以，你怎么什么都磕呀？不行，不能磕没有 CP 感的两个人。乐高，乐高积木。
眼镜摘了，眼镜摘了，脸上就太秃了。不摘，我把眼镜焊死在脸上。对啊，这是个镜框。你要截图 ？Why？ 为什么要截图？那么晚睡什么？有黑眼圈啊，只是我化妆了。不行，我要焊死。哦，神秘代码。又完毕。你看。566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谢谢可盐可甜黑画板送的荧光棒，我也是黑画板，没有头像了。我怎么，我好圆啊。谢谢晚风送的巧克力，加漂公眼，你为什么没头像换了？你现在截一个，立马换上。什么意思？这就晚安了，好吧，晚安。才9点，我10点下播，然后回视频翻盘，然后就去看电影了。嘘，好的。消失的他，对，消失的他，不行啊，10点下播就不能回翻盘了。
看完电影回来就睡觉。不，看完电影回来要练舞。你的看完电影再，好吧，勉强答应你，仅此一次，让我思考一下。他说我是狗，他才是呢，他还在肚子上贴了我的，贴了我兵团的纹身贴，他还特地贴肚子上。他贴肚子上了之后，他还很害羞的说：“哎呀，我终于是乐乐小姐的狗了。”他现在，你们去检查他现在的肚子上，哎呦。不骂我，你也要为我贴肚子上吗？你们聊的还挺 happy。我要戴着眼镜回翻牌。晚上好呀。进黑影兵团有编制，是铁饭碗，进了就是铁饭碗，你们快都来吧。晚上好呀。对，骗人是骗人，乌龟是小狗。铁饭碗，快进，都进去。还没有听见，他已经出去了。马上就要结束了，我马上就要去回士兵翻牌了，跟着我混，怎么能让你们一天饿三顿呢？饿着我也不能饿着你们呀。哎，我真是一个特别好的。是他要去支气队了，一个都不能落下。你红了，热的。A 还有7分钟，反正差不多发工资的时间。草莓还没发芽吗？没有，我觉得他 GG 了，他，我发工资了，不准发，你这个黑粉。是吧，游戏没有我好。糖糖，要不我们就先忘记他吧。我觉得他已经不复存在了，他不复存在了。
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冒出芽来。不准去告状，不准。他这就是给我玩的。忘记晒太阳了，完蛋了！我说呢，难怪他怎么没有点动静。还要个盖子吗？可是它的种子跟那个土一样的小，放生不？嗯？不是。时代的眼泪，我没开瘦脸特效，我没，我给你看一下，如果我开了瘦脸特效是什么样的？现在是零，这是我开了，这是100，这是零，我没开瘦脸。没啥变化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没变化？外星人。我吃糖，我要补充葡萄糖。我就要吃糖。哇哦！放米花当晚饭，没错。嗯，软糖。我才不会蛀牙呢，我牙齿已经掉光了。我是个老奶奶，不，
成加班成就。应该你给我发红包，你现在已经是个大姑娘了，你该孝顺奶奶了。晚上好呀，恭喜加班。为什么觉得你是黑粉？我也不知道。十点了，下班了。下班了，下班了。你夸我，我也不会加班的。你夸我，我也不会加班的。收工，收工，哼，收工，舍得，太舍得了。米饭们先撤了。不行，好，你不想让我吃掉那520的鸡腿，我要去吃鸡腿了，再见，一个都别想逃。晚安，哦，不是，不晚，拜拜，快跟我说拜拜。不准公开，拜。